歡迎收睇多倫多網上電視。今日節目咧，每日新聞評論，我係劉瑞安。今日嘉賓咧就係林達敏 Peter Lam。Peter 你好，係你好。咁啊，上次我哋講過咧，就話參政嗰、那個即係運動啦，你都俾到好多好有即係建設性嘅意見啦。咁今日我哋同你繼續都討論下華人參政嘅嘢。咁最近咧聽講話咧，就話有人提議咧，就成立一個中國人嘅政黨嘅，即係全中國人嘅政黨嘅。你嘅意見點咧？其實我認為可以。你睇下美國嘅黑人咧，人口佔美國10%，佢哋都唔能夠自己組織嘅。你話有個叫 Black Panther Party。Okay, 是一個黑豹黨，但那個不可以正式算是一個政黨來的。那我們人口呢，起碼人呢在加拿大3.5億，我們人口這麼少呢，我們成立那個呢只能是一個小政黨。沒錯，你知道小政黨在北美洲是沒錢的。但是很多小政黨，即大政黨都是由小政黨這樣產生的。但是那些人口很少。美國咧、加拿大咧，基本上咧就係一個兩黨制嘅國家。我哋加拿大咧係一個兩黨制嘅國家，就係一個小政黨，就係新民主黨。有啲新民主黨唔同意啊。咁咧，我哋亦都有個夫人黨，但係夫人黨咧唔算一個國全國性嘅政黨，係一個地區性嘅政黨。歷史上咧喺北美洲嘅政黨咧，多數咧都係俾啲大。但其實你話大政黨啦，即係我睇翻佢哋啲即係 membership 啦嚇，即係啊，譬如我嗰時啊，即係啊保守黨同聯合即係 alliance 佢哋係合拼嗰時候咧，咁發覺佢哋即係全國嘅 members 都係得幾十萬人嘅啫喎，係咪？咁啊，如果你話我哋話人口響即係加拿大全國嚟講係有過100萬有冇啊？咁大約三百萬係咯。咁其實即係華裔人口總人口係絕對。大過而家任何一個政黨所擁有全國 membership。但係你知道咧，華人嘅政治意識咧仲係好低，會入黨嘅人咧係會好少嘅。而且咧一啲小政黨咧喺歷史上咧，一係就俾啲大政黨吸收咗，一係咧就俾啲大政黨咧攞咗佢政綱，然之後就消失。哦，即係你有啲好嘢就係啦。所以咧，我哋喺北美洲咧，中國人咧唔能夠建立一個政黨。我哋所要建立嘅咧係一個投票集團。OK， 咁點為之投票集團咧？即係有冇可唔可以？即係一個投票集團咧，英文啊叫 political machine。OK， 喺美國嘅歷史上咧，啲大城市裏邊咧，譬如紐約啊、芝加哥啊、費城啊、聖路易啊，啲大嘅城市裏邊咧，全部都有呢種嘅投票集團。點樣運作咧？點樣組成咧？佢哋咁樣嘅，佢哋呢種。組織的建立呢是一種歷史和社會的原因，就在19世紀中葉的時候呢，美國呢有大量的新移民到訪，那呢就有些搞政治的人呢就組織呢些服務給這些新移民，因為這些新移民到訪都是需要的，那然後呢就將這些新移民呢帶入政治的領域，向他們灌輸政治的知識，即是你需要的時候就給一些食物，你給一些你需求的東西，你做什麼做啊，運動啊，你都給一些思想灌輸你交通告票啊，譬如失業來到之後呢，那個生活壓力很大，因為我自己親友呢如果夫婦不和啊，都可以找他幫手。okay. 他們呢就用這個提供服務，同時都提供政治的知識，而之後呢就將他們這些失業帶入政治的領域，就要他們投票，而且呢就引導他們呢投集體的票。這些組織呢的力量很大，當然 你對我好，你影響我，那我聽你話，是不是？他們呢是可以影響到呢市的選舉、省的選舉、州的選舉，甚至呢推舉到美國的選舉。但是這些 political machine 呢是哪些人去操縱、去 organize、去管理呢？是地方上搞政治的人呢。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呢，這些組織呢就開始沒落，但是還在這裡。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呢沒那麼多失業，還有呢政府呢提供很多服務，就令到這些組織的沒落。但是這些組織呢
就仍然在度嘅，好似紐約嘅 Tivoli Hall 啊，百幾年歷史嘅。而家一個名叫做紐約民主俱樂部 ，New York Democratic Club。咁咧就我哋華人所需要嘅係一個投票集團，我哋唔需要。OK， 即係其實都係要集合咗華人嘅投票力量，然後去影響咗譬如有政黨或者你將來政黨嘅政府個決策，就唔係自己出嚟温個政府咁。因為咧呢啲政黨咧，佢哋咧嘅勢力咧，仲可以咧入到政黨裏邊呢啲投票集團咧，佢哋可以入到政黨裏邊喺內部嚟做一個政黨。咁但係有即係你頭先講過啦，喺美加嚟講，基本上都係即係兩黨制嘅，佢或者二加一點幾個嗰啲咁制啦。咁好多時就話，即係話嚟講，佢哋即係比較熱衷於政治嘅，佢可能已經即係 involve 咗喺一啲某一啲大政黨入邊嘅 politics 嘅話，咁佢哋譬如話得你話有部分去咗。自由黨有部分係咗保守黨嘅，咁你點樣可以集體投票咧？而家咁樣集體機器出嚟咧？而家咁樣樣，即係而家咧，中國人咧對政治有興趣嗰啲咧，都係俾三大政黨吸收咗啦。有啲吸收咗自由黨，俾吸收自由黨吸收咗，有啲民主黨，新民主黨，有啲係保守黨啦。冇錯。其實政黨政治咧就唔能夠令人話，能夠令到華社團結嘅，只係令到華社分裂。只係令到華社分裂。你知道華人華社咧個團結？好成問題，因為我哋有左右，我哋有左右南北之分。我對朋友咧，最北嗰啲咧來自鴨綠江，最南嗰啲咧嚟自印尼嗰個梭羅河。OK， 咁咧，所以咧，即係咧，如果我哋華人咧組織起嚟嘅時候咧，要快啲組織起嚟。如果唔係咧，我哋嘅參政力量就分散曬。如果我哋組織起嚟嘅時候咧，我哋華人裏邊咧。對參政有興趣的人就不會被政黨吸收了，就我們自己有個組織吸收了他們，他們就變成服務的環就不去服務那些政黨。即是一個即不是政黨的團體，剛才說的投票機器，一個投票機器有集團，然後就去影響了個即執政的政黨，可以在內部來影響到政黨，還有在外出呢可以推舉到我們自己華人或者同情華人的人入去三個政府，我們需要一個人。咁但係喺華社嚟講，即係華社，就算嚟講華社領袖嚟講，社團嚟講都即係數以百計喎。點樣能夠有一個整合力量去大，令到佢能夠即係有個大家共同嘅方向咧？咁係咪有啲即係要做？你要有一個目標。譬如我哋參政最低嘅目標咧，就係咧建立埋嘅智慧嘅政治力量，需要有一個目標咧，係能夠吸引到中國。第二咧有一個組織。啊，講緊目標先啦。通常咧就話，一般人嘅睇法就係你有個需求咧，你嗰個好容易咧就會即係達到你個效果。係啊。好多時譬如話，你有尤其喺投票政治嚟講咧，就係當經濟唔好啊，或者有大事發生嘅話咧，啲人對於即係國家嗰個即係投入感強啲，亦都嗰個即係投票率高啲。咁但係如果你話你冇一個即係你就話你去投票啦，你又冇一個比較即係實際啲切膚之痛啊、切身關係嘅嘢嘅話咧，可能即係影響唔大喎。你覺得我投咗同唔投冇所謂嘅，即係唔投啦咁。大部分嘅華人咧都認為政治同佢嘅日常生活係冇關係。係啊，政治咧係遠水救唔到近火。冇錯。所以我哋如果搞一個華人參政嘅機構咧，呢個參政嘅機構咧就必須要有服務嘅一部分。Okay. 即是咧，鼓勵啲華人咧，將佢咧日常嘅生活嘅問題咧帶嚟呢個機構。我哋呢個機構咧係一個政治機構，亦都係一個服務機構。係。又透過我哋對佢服務咧，表現到俾佢睇，政治咧同日常生活係有關係。OK。咁譬如具體啲咧，即係話，即係呢個投票機構係好似頭先你講，譬如追古以前嘅歷史嚟講，就係佢會提供一啲即係話生活上所需嘅服務啊。令到啲即係呢班新移民能夠有個即係安居樂業嘅感覺，而從而就通過教育化咧，增強佢政治意識啦。咁但係譬如對於現有啲人，譬如話唔係所有啲新移民嘅嘛，啲移民一段時間嘅話，咁點樣可以即係整合咗有啲老華僑、即係中華僑或者新移民咁？即係其實係好多階層嚟自兩岸三地，有冇能力？有冇嘢即係可以令到佢即係組合一齊咧？咁第一咧就係、是、有一個目標啦，係大家所能夠認同啦。第二咧就係、是、有服務啦，可以將一啲即係比較需要呢種服務，通常都比較低下階層
嘅新移民啦，帶入嚟啦。第三咧，你知道移民嚟到加拿大越耐咧，佢對政治咧重要重要。嗯，因為即係將開始將當呢個國家係自己國家啦。係啦，佢多啲關心國家嘢。係啦，你知好似老喬嚟到呢度都百幾年啦。係啊。我哋六零年代嗰啲人咧，嚟呢度讀書咧。都我哋係第一批首先有大量加拿大大量有中國人加拿大讀書，跟住1960年嘅中年啦，咁嚟而家都40年啦，係咪？當時嗰啲口口聲聲死都唔去鬥政治嗰啲人，而家都冇咁樣講啦。嗯。啊，咁即係老橋中橋咧，好多時都對政治咧都已經有興趣啦。同埋咧，人生嘅意義咧，各人有各人。有些人咧，佢係對政治有興趣，佢認為做搞政治，係俾佢人生嗰種意義。所以咧，即係咧，啲 political button 係啦，係啦，可以從不同嘅角度咧，可以從不同嘅方法咧，吸引一班人。咁啊，嗱，頭先講過啦，就話如果你有個投票機器，咁即係就鼓動大集體投票啊。係啦。咁點樣可以增強佢哋即係對於政治嘅意識咧？有咩方法咧？我上次講過咧。政治意識提高政治意識咧，我哋有一個有效嘅方法就係、是、第一咧，要發動一連串嘅全民投票啦，係全省大規模咁即係唔理你投邊個都好，你都應該出嚟投票。係啦，第一步咧，要叫佢出嚟，叫啲人出嚟投票先。因為而家咧投票率都好低。冇錯。如果我哋要講搞一個集體投票咧，嗰啲係要18年之後。Okay. 如果而家講集體投票係太早。嗯。即係未時候未到。係時候未到。咁但係頭先你都即係都提過咧，就話咁如果提高啲人對政治嗰個即係意識嘅形態嘅話咧，除咗你講即係話你要有個鼓勵投票啦，點樣鼓勵？有咩方法？即係有乜具體嘢可以做到咧？因為呢樣嘢其實講咗好多年啦，都話誒我鼓勵還出嚟投票，鼓勵多啲人出嚟投票，結果投票率都係咁低，啲人都仍然去買餸食飯都唔去投票，咁點咧？有個人同我講。他話咧，啲人做生意好唔得閒，冇時間嚟投票。兩年咧，平均兩年一次選舉。佢投一票咧，就兩個鐘頭。佢投一次票需要兩個鐘頭。咁耐咩？其實唔使係嘛？使係嘛？一個鐘頭啦。係啦。咁你兩年投一次票，一個鐘頭，即係每年半個鐘頭去投票，啲人話冇時間，你信唔信咧？根本唔係冇時間。其實即係個 priority list 啦，即係話嗰個重要程度喺邊度咧？其實。而係嗰啲人咧，即係一般嘅老百姓咧，認為政治咧唔緊要。咁咧就要推動政治嘅意識咧，就第一咧就我所講過個方法就係推動咧，即係一連串嘅全民投票咧。Okay. 我認為最需要推動6次。可以將個投票率提高到。即係兩年一次，即係變咗係12年啦。係大規模咁樣宣傳。好啦，咁你好啦，啲人肯去投票，都增加咗投票率啦。咁但係選啲都係可能選咗其他人啫喎，因為慢慢可以將華人咧組織成。因為華人的票如果一分散了就很難選到華人。但是你現在根本上即加拿大的個規定就是跟選區的嘛，是啊，即你不是所有選區都這麼多華人，有些選區可能比較高一點，譬如有10%-20%，有些可能只有1-2%。沒錯，是不是？那你在那些區來說，你100%投票都沒用的。在那些區呢，我們要選一些能夠在華人有辦法選到的選區。Okay. 譬如有些選區白人有20%的20%的。我哋可以用5年、10年嘅時間咧，嚟到培養呢啲選區，嚟到經營呢啲選區。但有一樣仲比較重要嘅問題咧，就話你因為而家基本上都係即係嚟緊講兩大政黨或者2+1政黨係即係控制咗整個局面啦。係啊。咁好多時，譬如我簡單自由黨咁，自由黨今次響即係安省嚟講，差唔多基本上冇華人出線，就係因為佢哋已經有現有嘅議員做緊㗎啦。咁你根本連投提名做候選人機會都冇嘅話，有冇機會選到華人咧？其實有冇咩策略性嘅嘢見出嚟咧？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到而家咧，加拿大嘅民選官員咧嘅在職嘅時間咧，平均係4年。Okay. John Chrétien咧，我哋嘅總理克里奇咧講過一次，佢話有邊一個民選嘅官員啊，喺禮拜一朝頭早啊，對唔住咧想辭職。嗰啲民選官員咧嘅壓力好大，所以咧好多人做嘅話咧，佢就自己唔做。OK， 咁咧
如果我哋咧用十年嘅時間經營一個選區嘅話咧，你慢慢等咧一定有機會。一定有機會，即係等現任啲人做到唔做啦，退休啦先至做。特別有個議員係老咧，七八十歲嗰啲更加有機會啦。我哋等佢二十年，實等贏。咁但係而家啲即係嗰個科技發展啊，咁其實人嘅嗰個長壽命係好長喎，真係其實。即係你有幾多個五年十年都要等你，其實真係。啊，嗱，我講翻咧就係話，主要咧就係頭先講咧就係、是，好多時你要喺個即係如果你嗱還投票。即係顯示到環嗰個即係投票實力啦，係咪？而你嗰、那個譬如話集體投票嗰、那個鼓動力嗰、那個提議咧，就令到即係政黨好或者政客好咧，對於環呢個投票力量咧有一個重視嘅程度啦，係咪？咁但係有樣就話，如果要選出環本身作為一個即係議員好喺各個議員好嘅話咧，咁你可能要通過咗即係提名嗰個步驟，係啊。咁但係提名步驟嘅話，好多時就話有好多而家幾個政黨都係控制咗。即係佢哋啲提名嘅 procedure 啊，或者根本就冇機會就攞到提名嘅，嘅話咧，咁你根本就上唔到去啦。嗰啲你我再啱講，咁你要用年十年嘅時間咧，經營一個選區。嗱，我俾嗰啲之後咧，要等機會。嗱，俾個實際例子你咧，就話最近響即係呢次呢個聯邦國會大選嚟講啦，我都亦都即係知道有某一啲華人嘅即係參選者咧，佢哋響即係經過黨內嗰個 nomination process 咧，就已經輸咗。係啊，但如果多數華人肯去投票嘅話咧，多數華人肯去參加政治活動、肯去投票嘅話咧，就可以華人咧就可以喺個黨裏邊咧就提名就可以出事。咁即係話其實即係你講緊兩樣嘢嚟㗎嗱，頭先你講咧就話個投票機器啦，就鼓勵啲華人係出嚟投票，集體投票添嚇。咁但係有樣就話如果你要攞到即係黨內提名嘅話咧，又要入黨喎。即變咗係兩回事嚟㗎咯，已經係。冇錯。即係你估計集體投票同埋入黨咧係一回事。嗱，你知道咧，華人咧，如果係要選到嘅話咧，如果攞個政黨票咧，同埋加喺華人多個區，華人多個選區，譬如有20-25% 華人嘅，華人多嘅選區咧，以華人票咧再加嘅政黨票咧就可以選到。嗱，有啲選區咧已經有百幾年。有啲有幾十年歷史，好多選區咧，佢歷史上咧都固定係選一個政黨嘅， okay, 除非偶然俾第二個選區慣性投票率，慣性投嘅，除非咧有時咧佢咧係突然間俾第二個政黨贏咗。咁如果呢個選區咧歷史上都係選某個政黨嘅話咧，即係表示咧喺呢個選區裏邊咧係有一班人咧係固定投嗰個政黨。Okay. 無論你邊個人出嚟選。無論你係白人出嚟選、黑人出嚟選、中國人出嚟選，嗰個選區嗰個投個政黨嗰啲票咧，都係固定投翻。咁即係一個政黨政治嘅影響力好深遠。係啦，嗱，如果政黨咧係華人多嘅話咧，華人多嘅話咧，由我開我哋揾出咧，首先揾出佢呢個黨咧，呢個選區咧歷史上固定呢個黨。我哋用年十年嘅時間嚟經營，慢慢等機會。在未攞到嗰個提名之前咧，我哋支持嗰個黨嘅議員。OK。攞到佢哋提名之後咧，我哋中國人出嚟選，用集體票。我哋用中國人嘅集體票，再加呢、這個嗰個區政黨嘅固定票，加嘅中國人可以選。Okay. 但係而家就有問題咧，中國人嗰啲票咧分散曬。同人口分散曬係有關定？人口分散一個問題，但係亦都係因為政黨分散。咁嗱，你都講過啦，就話你。如果你真的要有影響力的話，你要入黨啦，係咪？係啊，喺黨入邊產生影響力啦，係啊，係啊。咁但係因為即係你還投票率低啦，就還參加政黨少啦，咁甚至乎入咗黨之後咧，佢對呢個黨個影響力都好低喎。好簡單，譬如有啲比較明顯例子就話，譬如黃之華咁啊，佢喺市議員做得咁出色、咁成功，係啊，入咗去做省議員之後，似乎都係即係大將之才就無用武之力喎，即係咁。咁會唔會就係因為即係佢喺政黨入邊嗰個？影響力係唔夠咧，其實冇錯。你知道咧，印度人啊，巴基斯坦人咧，喺英屬哥倫比亞省咧參加新民主黨咧係好多，因此佢哋嗰陣時咧選到個新民主黨咧係選到一個印度人嘅黨魁。中國人咧普遍咧對政治冷淡，甚至仇視政治。所以咧，但係咧，如果等到中國人有政治嘅成果嘅時候咧，等
東佢足夠有足夠嘅政治選角嘅時候咧，就會有好多人參加情況。咁但係嗱，譬如講翻比較明顯啲例子嚟講咧，就去年阿陳卓宜啦，即係前國會議員啦，就響BC 省咧搞咗個環參政嘅運動。係啊。咁據講佢可以就即係都成功咁即係會 recruit 咗7000多個 member。係啊。咁去入咗自由黨咁。係啊。咁但係響你個提議嚟講，有冇啲即係具體啲嘅計劃？因為嗱，環參政講咗好多年啦。係。OK。唔係新意啦。增加投票率。嘅提議都唔係一個新意，咁但係問題就話有冇一個好嘅計劃，好個 plan 係有能力、有組織去 implement 佢，即係話去執行佢，令到呢、這個即係、就是、理想唔會淨係變到係理想，而一個即係、就是、可實現嘅理想咧。我頭先講一個，第一組織一個要文人為骨幹嘅參政機構，第二組織一個政治沙龍，同埋咧擺咗份全國性發行嘅。鼓勵華人參政嘅報紙，你已經有冇進行緊呢樣嘢？呢度嘢，三樣嘢 OK， 即係。而之後咧，發動一連串嘅六次嘅一連串嘅全民投票運動。組織一個呢、這個機構咧，我哋組織呢個機構咧，就必須有個服務嘅角度嘅，就透過我哋個服務咧，將啲比較低層嘅華人、啲低層次嘅華人咧，同埋新移民吸收。Okay. 將他們政治化，然後呢等到華人呢是有高度的投票率和政治性覺的時候呢，就開始宣傳組織成為一個投票團隊，開始要華人的、你第四點那個呢，就說即提供服務，其實現在你看回看回譬如用大多斯來說、有很多即華裔機構呢、志願團體呢，他們是已經提供不同的服務，包括祈禱服務、家居護理服務、兒童服務，其實即那類機構已經做緊類似的嘢噶啦。咁而呢個所謂即投票機器嗰、那個即構思嚟講，如果再 provide 同樣嘅服務，會唔會係即第一樣 duplication 啦，即係浪費咗資源啦？第二樣嘢就話咁、那個分定邊度嚟咧咁？第一咧，可以將呢啲機構咧，我哋嘅參政嘅組織必須爭取。Okay. 你話呢啲機構，個個機構都寫住呢個 political organization，呢個一個政治組織。Party 山啊！第一咧，佢嗰個政治組織咧，好多時係指 all country politics，係指國內嘅政治組織。而且呢啲社會機構嘅人都了解，呢啲服務機構都了解。如果中文政治勢力係大啲嘅話咧，佢哋同政府攞撥款咧就會攞多啲。第一咧就可以咧爭取呢啲機構支持。第二咧，華人社會咧仍然有一啲服務咧係不足夠。譬如咧，譬如中國嘅新移民咧嚟到加拿大咧，有好犀利嘅鬱疹。OK， 即係英文嘅 unemployment， 即係佢哋咧嘅職業咧係佢哋嘅職業咧係佢哋嘅能力同埋資歷之下好多好多。我認識有朋友咧，直情博士或者碩士，是英文嘅美國嘅博士，或者碩士咧，喺工廠做工，或者做一個普通員工。我見過。大材小用喎，最緊要。華人社會咧，對呢啲新移民咧，冇一個好嘅就業。而家有嘅，而家有，但係咧，仲係呢種就業服務咧，仲係唔夠嘅。咁呢一個角度咧，我哋可以睇。第二咧，好多新移民咧，連根拔起嚟呢度，個社會冇。好歸屬感。咁我哋咧可以咧，即係提供一啲社交嘅服務，社交嘅服務、文娛嘅服務，令到佢咧經常有可以聚會嘅地方，經常有個歸屬感啊，可以感呢個都係我哋可以做。好啊，咁我都即係都幾清楚啦。就咁你有冇啲即係譬如話有具體嘅計劃個 plan 啊，或者有個組織派啲人去做緊，即係你所講呢一個呢、這個計劃咧，其實啲小事咧，我從來就冇。即係咧，我開始諗咧，華人參政嘅戰略咧，係喺2006年加拿大政府咧通過一啲新型法例對華人好不利。係。咁當時我發展呢個參政會去反對啊，無效。O K。咁我係先至咧覺得華人咧嘅政治力量真係太低。係。咁我先至開始去諗咧，我哋應該點樣參政咧？點樣建立呢個華人嘅政治力量咧？咁而家對我嚟講都係一種夢想。Okay. 但是呢，羅倫士呢
Lawrence of Arabia 咧，話到一處。一個夜晚發夢嘅人咧，醒咗個夢都冇咗。Okay. 一個日頭發夢嘅人係好可怕。咁即係唔好發夢啦，其實真係。嗱咁咧，我諗即係我都幾同意你嗰個即係睇法嘅，就話你個都一個好好夢想。咁我都希望咧，就話即係通過你個人努力啊，或者增加多啲即係社區支持嘅話啦，希望將呢個環參政嗰、那個即係嗰個理念咧，就盡快咗實行咗佢。亦都響我哋即係響未來嗰、那個，譬如我呢一代或者唔得，我下一代好啊，都希望增加咗即係對政治影響力，為我哋即係個 generation 嚟講提供啲服務，係咪？其實好多人同我講，佢移民係為咗下一代。如果我哋移民為咗下一代咧，就應該參政。咁啊，留一個比較更加好嘅世界咧，俾佢行。即係話為咗自己，為咗下一代，應該參與政治。冇錯啦。OK。因為政治咧，搞政治咧，唔係短短嘅。我哋搞到華人咧有10%嘅政治人嘅話咧，即係自衞政治咧，嗰啲要10年20年。如果搞到咧，我哋能夠通過啲對我哋有利嘅法律咧，即係30%嘅政治影響力咧，嗰啲要40年。其實咧，如果你睇翻歷史嚟講咧，就我相信，即係還參與政治嘅嗰、那個即係個 percentage 啊，已經係向上，只不過咧就話進展緩慢咁啫，係咪？呢個歷史趨勢。係啦，咁變咗，如果通過你呢個運動嘅話，可能希望將呢個字激化，將個時間縮短咗啲咁。好啊。我就始終都相信咧，即係還參政咧，應該係一個社會。明白。好啊，咁就每日新聞頻道咧，就今日到此為止。咁多謝阿 Peter 你希望下次有機會我哋再講講其他嘅話題咁。OK。多謝曬你，多謝黃生。多謝曬你。